Platinum Bridge.任务都完成了，你留在这儿是想讨价？过气。跟上我。
发现任务目标。准备好了吗？这就是传承的力量。我会将崩坏天空，明智之举。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胜利。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好了，哈，停。
好了，哈，哈，杀，哈，哼。先生，我来了。哇，来打我呀。胜利者的姿态怎么都看不腻呀。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胜利。好啊，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来。呀，我来了。谢谢你，骑士先生。呀呀，感觉骑士先生怀里的世界很美，希望你能喜欢。呀，你说棒了。世界很美，希望你能喜欢。我克里希娜，上，还是得靠我。我将扭转万象。啊！哎！先生，看，我们的颜色留在这里了呢。
罗萨利亚，怎么了？糟了糟了，大事不妙！哦，莉莉亚，你没听清我的话吗？大事不妙了！上次你说大事不妙，是把手卡在饼干桶里拔不出来；上上次是把泡泡糖粘在头发上；还有上上上次，总之，如果你不希望我们的晚饭从奶油蛋糕变成焦油炭糕，就最好不要让事情变得不妙。这次可不一样，莉莉亚，我们被袭击了！袭击？什么袭击？被谁？在哪里？咦？怎么回事？我明明记得刚才我们偷偷跑了出去，然后就被好多好多奇怪的敌人包围了，长这么高，这么大，还会放出噼里啪啦、嗡嗡嗡，总之就是超厉害的攻击。嗯，等一下，难道你在说崩坏兽？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既然莉莉亚也知道，就说明那不是梦，对吧？你在说什么傻话？当然不是梦。我就说嘛，那不是我们正在拍的电影的内容吗？不，没错，伏特加女孩主演的第二十部电影，本世纪最伟大的影片，讲的是一对又天才又美丽的少女，为了战胜毁灭世界的怪物，自愿被改造成超级战士，最终拯救了世界的故事。而那些怪物的名字就是崩坏兽。笨蛋罗萨利亚，难道连剧本和现实都分不清了吗？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莉莉亚，我们出去玩吧。你的话题也变得太快了吧。可是莉莉亚，你也还想出去玩吧？我我早都看出来了，就让温柔又贴心的姐姐我来实习。走了走了。可是蛋糕。没关系，妈妈会帮我们烤好的。莉莉亚，天快要黑了，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先回。哦，笨蛋罗萨利亚开始怕黑了吗？才不是这个原因，还不是因为一到七点你就要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看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散啦。好啦，莉莉亚，再不抓紧时间的话，太阳都要溜走了。来玩了，来玩了。现在是快乐的捉迷藏时间。笨蛋罗萨利亚，两个人捉迷藏有什么意思？说的也对，那我们来捡贝壳吧。听起来好麻烦。等等我，罗萨利亚。和莉莉亚在一起做什么都很开心，不过总觉得忘记了什么事，到底是什么呢？Thank you.
即便经历了数万年的祭奠，人类的欲望依然被框定在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世界之内，丝毫没有长进。恐怕即便经历再多轮回的洗礼，这个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既然如此，我也没有什么画蛇添足的必要了。想必仅凭各位所拥有的记忆与历史，那么在生命与圣痕空间完全相融，步入终局之前，请各位尽情享受自己期待的全新人生吧。看来被美梦所吸引的，也不仅限于世田的蚂蚁。既然有新客造访，那么，作为帮圣痕计划维持秩序的小小保安，就让我为远道而来的他们致以必要的欢迎吧。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哇，还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就从月球回来了。这里是海渊城。原来如此，海渊城是前文明技术中心木大陆的遗迹，西门会把我们送来这里，倒也在清理之中。新亚特拉，还真是这个意思。这里曾经属于一座名叫亚特拉的城市，想必是由于这个原因，由西门连接的月球另一端才会叫做新亚特拉。不过这里现在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如果我们计划前往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必须多费一些心思了。是啊，如果这里的维度也像月球上那样被圣痕计划搅得一团糟，控制律者的全能就很难施展了。布尔尼亚，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当时海源之眼的所在地吗？嗯，从前这里直接连通着量子之海，在环境上也受到了量子之海的很多影响。不过现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来自量子之海的额外力量。在逆商刚刚关闭海源之眼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果然圣痕计划看来还是影响到了这里，只是因为有量子之海的力量在平衡这种影响，所以海源城还能像这样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任何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海源城最终也会被圣痕计划纳入其中吧。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种种情报，圣痕计划的确试图将整个地球改写为某种意义上的梦境，虽然我们还无从得知这种说法的具体意义。我们还是先彻底调查一遍这座海渊城吧，无论是和过去保持一致的地方，还是有所改变的异状，都会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宝贵经验。是啊，至少根据幽兰戴尔的说法，现在的地球很可能已经不是我们曾经记得的那种样子了。我们可以说有七个人，从这里上去之后，要先分头调查，摸清整个区域的各种情况吗？啊，这样当然更有效率。而且这座海渊城的面积不算很大，一旦碰到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支援也比较方便。那么，就按提亚娜和牙医一队，班长和十只律者一队，希尔和博罗尼亚一队，这样来分配如何？
提安娜这一队可以着手调查附近空间的性质，以及寻找联络外部的手段。班长这一队或许有办法监测圣痕计划对普通人类对世界的影响程度，而希尔和布罗尼亚更熟悉过去的海原城，适合去寻找逆商曾经留在这里的各种资源。的确，这样分工比较合理。那我们这就分头开始行动，我和牙医应该会先留在这里，从我们出来乍到的位置逐步探测各处空间的性质。嗯，这样做比较稳妥。使之律者说，虽然这里已经是6000多米的深海之下，但他还是希望找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以便甄别到更多的蛛丝马迹。布罗尼亚姐姐，如果要寻找物资，我们要先去之前修伯利安停靠过的地方看看吗？好呀。如果布罗尼亚没记错，当时为了进行向量子之海中转移崩坏能的实验，爱因斯坦博士他们在那里储存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不过虽说海原城乍看起来比较安全，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世界蛇过去也在这里大闹过一场。嗯，提安娜和牙医也要保持警惕。明白，需要联络的时候我们就利用食之律者之前构筑好的意识网络吧。没什么，只是食之律者说。好了好了，你这个老古董也不用什么话都装给他们听吧。总之你们要记得，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伟大的食之律者女士给你们带来的好处。我本人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但你们要记得，我给你们的好处那是别人想给也给不了的，懂了吗？嗯，谢谢你，食之律者女士。好了，小石，现在也不是贫嘴的时候。既然大家的分工已经比较明确，我们还是像提安娜说的那样，尽快。嗯。所以提安娜，你从这里能感知到什么吗？很难说，不知道为什么我隐约能感知到一处类似圣弗雷亚的空间，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圣弗雷亚，很奇怪对吧？但那应该不是幻觉，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有些在意他们的进展，但即使留在这里，布罗尼亚好像也很难帮上忙，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行动吧。中招小兔 A 级部署，弱点确认，调用预设模组。武装自由开火，可我不认识 model， 时机正好。嗨，弱点确认，调用预设模组。
怎么了，希儿？啊，我在想，凯文，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的确，对你们来说，他几乎只露出过敌人这一副面孔。我听说，希儿在量子之海里遇到他的时候，他还神神叨叨地装成了一条大蛇的样子。那是末法级崩坏兽梵天的化身之一，名为库古尔坎，与特拉洛克和科亚特尔一样，都是奇美拉计划的中间产物，更加适应量子之海的特化存在。特拉洛克是布罗尼亚消灭的那个大骷髅吧？嗯，所以他那时大概只是选择了一个看起来相对正常的化身而已。嗨，我就知道你这个老古董又要开始说其他老古董的好话了。要我说呀，你们要是有我这样开门见山的表达能力，事情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考验也好，责任也罢，同为前文明的先行者，千万年间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聊的？一次谈不拢还可以谈两次三次吗？哎，凯文他也是应该多来咱神州坐坐，感受一这应该也不是喝茶就能解决的问题吧。但漫长的时光也的确容易让人失去基本的沟通能力，比如说当年从避难所苏醒之后，凯文、苏还有我是保持着固定的交流的，但慢慢的这种交流就变成了数个月一次，一年一次，直到十年一次。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在数百数千年间，总有些意外事件会打破人为制定的规则。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过去制定的规则似乎只是繁文缛节而已，可如果把太多的事情看成繁文缛节，最后的结果正如你们所见。嗯，布罗尼亚在太虚山时也见过吧，这个老古董大孩子都不知道要和他们一起玩。原来如此，布罗尼亚倒是突然明白了为何岁数相差如此之多，班长却还是会像我们一样看重啊。嗯，毕竟这数百年来，圣弗雷亚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在正常流逝的地方。应该说你不愧是个老古董吗？一般人都是尽力想让自己的时间停在某时某刻吧。人们的确会有那样的愿望，但也只有在时间流逝的时候，人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结局，并不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这听上去很矛盾，但矛盾也正是人之为人的底色。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本来不是在聊凯文吗？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理智律者的时间了？在过去的千万年间，我们先行者都认为自己在承担矛盾，但这种行为本身也会像现在的凯文一样为世界，当然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忠言无情毁灭，可正因如此，凯文他才更加对圣痕计划感到绝望。绝望？这倒未必吧，他的那种态度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你们这些人的身上。如果他在你们身上最终发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某些东西，到那个时候他应该就会全力以赴地和你们杀个你死我活了吧。啊，是之律者，你确定自己没有把话说反吗？他没有，而且他的回答正好恰如其分地回答了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凯文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苏华，接下来的事我就痛，在我们酿成恶果之前，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必须为此把自己的生命押进墙套。凯文，你想要我们也做到同样的事？
对吧？战斗吧！是是是。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海渊城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如果在和平时期，这里或许很适合当作旅游景点来运营吧。那么根据之前的计划，我们就在此分头行动。好好好，那上边有个露台，估计信号就挺不错的。哦，是吗？多谢你了。战术 cooperation model 时机正好，区域警戒，动态狙击，重构武装，启用手动驾驶，检索反应，全是构建火力连携。激发保险，立即解除。复现星辰，空间定向开始。检索反应，全数以真理之名，超越往昔。战术变更，特殊维度展开。没想到，你也对参与行动这么有兴趣，希尔。你说什么蠢话，明明是他非要让我出来透个气。哼，那不也挺好吗？毕竟现在只算得上我们第二次一起行动，对吧？已经三次了，傻瓜。我们第二次一起行动是在科洛斯腾，那时为了制造月光王座，你透支了身心，像丢了骨头一样软在希尔怀里，怎么叫都叫不醒。希尔又急又无奈，刚巧我见不得他那种样子，于是勉为其难地出来帮了你们一把。在那之后，你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句希尔。老实说 Bronya， 你那会儿真的清楚自己在叫哪个希尔吗？你笑什么？Pronia 只是有些意外，你居然把那一次也算了进去。不过，
既然刚好提到，那一次 Bronya 的确感受到了两份希尔的力量。虽然有些迟，但谢谢你希尔。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算了，懒得和你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Bronya，希尔那家伙可想和他的 Bronya 姐姐分享那些发生在月球的事了，但又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比如他一觉醒来就到了新亚特拉的庇护所，自己都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要独自寻找同伴，甚至还帮助了一些陌生人。而在你们进入深坑后，他明明比谁都要担心，却从没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丝毫异常，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自己能够做到的事。那孩子是真的长大了。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不出现反倒对他是一种更好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你从雨兔那里脱身之后就一直……怎么，你就那么想见我啊？毕竟你们都是希尔啊。你算了，随你便吧，反正别笑了。这个人是果然是你，苏珊娜。布罗尼亚小姐，希尔小姐，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是来救我的吧？别傻了，倒不如说你这天命总部的人怎么会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之前我在上班的地方打了个盹儿，没想到再一睁眼就出现在了这传说中的海渊城里。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啊，亚尔维特和我说过，不灭之刃的分队曾经在深海中和德丽莎大人率领的极东支部有过几次交锋。啊，都是过去的事了，比起这个，你看起来在想办法搬走这些物资吗？是啊，之前我鼓起勇气在这里转了一圈，结果一个人都没遇见，这里的通信器材全坏了，只有生活物资看起来还很充足，但是仓库这边又冷又潮，如果要持续住上一段时间，我只能另选地点自己搭建营地了。这还真是辛苦你了。没有没有，我其实还停留在给吊床找布面的阶段呢，而且你们这不就来救我了吗？都说你别犯傻了。哎，可是如果是这样，我又为什么会被传送到这里？ Bronya 也想不明白。苏珊娜，你说自己出现在这里之前是上班打了个盹儿，那是……啊，那是在帮长光大人准备实验。不久之前天命刚刚完成了千界一城的修复工作，在开始新的实验之前，我们需要有人打扫一遍神之剑的内部，确保没有任何妨碍实验的东西留在里面。说实话，那里面空气完全不流通，又闷又热，我只是举累了胳膊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就一不小心睡着了。然后你一觉醒来就到了这里？对啊，难道说是神之剑的力量在冥冥之中？这件事或许有其他更单纯的原因，但目前我们证据不足，讨论它或许也只是浪费时间。之前你还提到这里的通信器材全都坏了，
那又是什么情况？啊，关于这一点，我做过简单的测试，应该是器材里的一些集成电路被烧坏了。我本来还想修好它们之后就可以和外界恢复联系。这也是噬痕计划的影响之一吗？还是说……这么说来 Bronya， 你不是理智律者吗？修理……诶，是这样吗？不， Bronya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们可以试试看。原来如此，虽然外形完好，但内部的关键元件却损坏得异常严重。嗯，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没有修好的希望了。不过凭借理智律者的新状态，修好它或许并不困难。真的吗？先不要擅自期待， Bronya 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尝试。一切顺利。不过就算如此，这机器似乎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整个地球空间都在被噬痕计划重组，普通的通信设备又能联系到谁呢？750620570，哼，找到了，这台仪器上有495信道。你在找什么？495信道，这是过去天命和逆商对峙期间，奥托主教和普朗克教授为了避免彼此擦枪走火而使用的特殊信道，又叫做大西洋电话。这两个过去的人，因为只要天命总部还在运转，那里的人们就有可能通过495信道和我们建立联系。啊？苏珊娜，真的是你吗？而且还是和皮亚娜他们在一起。布罗尼亚、希尔，当然还有苏珊娜，好久不见，你们都没事，真是太好了。你是不灭之刃的亚尔威特？当然，天命唯一指定工具人，在此报道。我们的情况你已经通过苏珊娜的描述大致了解了，天命总部的情况现在又如何？为了在突如其来的空间异变下维持天命总部的存在，丽塔大人、长光大人、琥珀大人都在第一线指挥，确保对虚数入侵的防守万无一失。另外逆商方面，我们也和盐湖基地建立了基本的联系，目前瓦尔特先生、爱因斯坦博士、特斯拉博士等人正在那里奋战。德丽莎呢？你们知道她的情况吗？没有，德丽莎主教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我们甚至无法侦测她是否已经从太空返航。而且在盐湖基地，除了希尔之外，若萨利亚和莉莉亚也下落不明。从监控画面来看，他们在空间变异发生前的十分钟偷偷溜出了盐湖基地。根据人工智能对他们口型的分析，两人应该是打算偷偷去便利店买蛋糕吃。这两个白痴。希尔，现在发泄情绪恐怕也于事无补。夏尔威特，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安排天命、逆商还有身在海渊城的我们举行三方会议，你可以安排吗？我会尽一切可能想办法。那么事不宜迟，苏珊娜，你留在这里和亚尔维特继续保持沟通，我和希尔去分头通知其他人，争取半小时之后就能组织起三方会议。大家没问题吧？
没问题，这也是为了迎接幽兰戴尔大人与素商大人。只要天命和逆商凑得出人就行吧。不过这应该叫人不可貌相吗？苏珊娜，你还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希儿，注意礼貌。凡人皆有所长，行了吧。尽管天命和逆商的核心成员暂时无法悉数到场，但在如今的局面之下，有这样的一场三方会议已经弥足珍贵。好了，鸡窝头，你就别客套了，我们赶快开始聊正事吧。那么这次的会议就交给特斯拉博士来主持如何？这样应该可以确保简洁高效。行吧，反正我自己多说几句倒也没差。 Tiana， 现在集结在海渊城的人有你、牙医、 Bronia、 浮华、希尔、十之律者，还有不知为何出现在那里的苏珊娜，这个没错吧？嗯，就是这样。根据我们之前互相同步的基础情况，你们大多数人先前都被圣痕计划封印在了月球，最终通过钱文明的星门才返回地球，到达了海渊城。不过如果仅凭这一点，倒还不足以说明海渊城的状态。比如说，报告特斯拉前辈，苏珊娜是我通过千界一城发射过去的。哦，原来是你干的。等等，千界一城那东西启动起来不是非常麻烦吗？怎么会这么凑巧？当时我们打算进行一些与千界一城有关的实验，由苏珊娜负责打扫神之剑的内腔。当空间的异变开始发生时，由于事态紧急，我来不及通知苏珊娜或者其他人，就让神之剑自主选择了地球上当前最稳定的空间，把它优先发射了出去。毕竟如各位现在所见，由于圣痕计划的影响规模过大，我们此后就暂时失去了使用这台神之剑的机会。总觉得你又省略掉了什么。不过无论如何，在地球表面遍布虚实入侵的当下，与量子之海关系密切的海渊城的确是一处难得的稳定场所。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在于它的稳定性。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一直像现在这样龟缩防守，逆商和天命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夺回正常的世界。在这个前提之下，海渊城作为前进基地来说就非常糟糕。从虚数空间的角度来讲，它距离前线实在太过遥远，更适合作为一种大后方而不是前沿战线而存在。所以博士的意思是，我们接下来要想办法开辟新的战场。是这个道理，不过具体要怎么做，我们还需要长光那边来想想办法。特斯拉前辈指的是千界一城吧？其实我听说就在刚才，提安娜这边也稍微做了些准备工作，不如大家一起来核对一下。说是准备工作，其实也只是从虚数空间的角度试图寻找一些路标而已了。但不是已经有所收获了吗？可我们只是……原来如此。对天命和逆商来说，现在连捕获这种程度的路标都很难做到，对吗？很遗憾，确实如此。另外，基于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推荐你们直接定位到盐湖基地或者天命浮空岛。这里是圣痕计划正在集中力量侵蚀的区域，对我们来说更适合进行防守而不是进攻作战。所以尽管你们只是非常模糊地感知到了圣弗雷亚学院所在的空间，对我们来说也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可是提安娜是觉得自己很难给出具体的信标吗？那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甚至让人不免觉得，只要我动用律者全能检视虚数空间，无论向哪个方向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与圣弗雷亚有关的朦胧信息也始终在背景里存在。这简直就像宇宙背景辐射。宇宙背景辐射是什么？Tiana，你还真的没有好好上过女武神的文化课啊。好啦，特斯拉前辈，宇宙背景辐射也不属于会被收录在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啊。
天哪，你听说过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吧？是说整个宇宙在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点，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膨胀，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而所谓的背景辐射，就是那场大爆炸所发出的第一缕光。由于在这些光诞生的时候，它们瞬间充满了整个狭小的宇宙。所以在经历过宇宙暴涨的现在，它们就变得无所不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又继续向不断膨胀着的宇宙深处飞去。可这样说来，特斯拉博士，长光小姐，你们难道是在猜测圣弗雷亚就是地球上最初被圣痕计划所吞噬的区域之一？虽说最初的说法肯定不够严谨，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辐射，它一定是在圣痕计划刚刚开始大规模影响世界的时候就被卷入其中。只有这个原因才会让你无论向哪个方向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都会感知到它的存在。而既然如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最初的突破口，那么借助空之律者的全能收复圣弗雷亚并不困难。不仅如此，一旦做到了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利用它在圣痕计划中这种接近背景辐射的地位，将它打造成帮助大家夺回正常空间的桥头堡。如果说凯文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么在那之前，我们首先要尽可能的争取把地球恢复原状。这不仅可以削弱对方的力量，也能确保在终结圣痕计划跨越终焉之后，地球不会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把地球恢复原状，这的确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从道理上讲，圣痕计划怎么做，我们怎么反着来就好。虽然令人意外，但针对目前的这个异变，我们很容易做出逆向工程的方案。大概也就再花一两天的时间吧。这么快吗？是啊，我刚才不是还说吗，令人意外。我显而易见，这里还有个效率的问题。即使我们已经拿到了逆向工程的方案，推进它的效率也肯定比不上手握中焉之力的凯文。所以我们后续的行动多半会围绕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怎样发挥普通人的作用，想办法用人数弥补这种可以预见的效率不足。其二，就是想办法把所谓的中焉之力也掌控到我们自己手上。我知道这两个方向听上去都有些天方夜谭，但如果我们决心同时克服圣痕计划和中焉律者这两重考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之后如何，我们确实不能龟缩在海渊城，必须开辟出新的战场。而圣弗雷亚就是目前来说最有希望的一个选择，对吗？其实就在刚才，在笔记本上重新盘点我们目前的态势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种制造突破口的方法。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不过是闹钟出故障了吗？看起来其他人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起来了。今天之所以没人叫醒我，是因为之后要正式开始实施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所以大家想让我休息充分，睡到自然醒吗？那么下楼之前就再回顾一遍计划的所有步骤吧。第一步，利用海渊之眼和大家增助的通信装置，联系到此时刚好返回地球附近的幽兰戴尔和李素商。第二步，和他们会合之后，通过空之律者的力量引导须弥芥子将圣弗雷亚的零散信息在所有维度上都尽可能标记下来。第三步，借助叙述重整化的技巧，将这些零散信息在独立的维度上整合为一体，获得具体而稳定的信标。而最后一步，就是根据这个信标
将我们的战力投送过去，直面虚数入侵并发起反击了。而这每一步的成功率恐怕也都与我的发挥密切相关。没关系，只要用平常心应对这些事情，对绿者来说也没有什么。是啊，何况这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了。哎，幽兰戴尔，你们已经回来了？嗯，半小时前刚刚赶到，托大家的福，导航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素商这会儿已经去补觉了。哦，你是不是连续两天都没有休息了？不要紧吗？不要紧，天命有很多可以支撑女武神通宵作战的技术。至于让素商先去补觉，但我却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计划的第二步不就正需要须弥芥子吗？话虽如此，好吧，我明白了。不过执行完这个计划之后，你也要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啊。嗯，这件事丽塔也已经叮嘱过我了。那就好，所以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楼。好呀。我听说这些临时的通信装置都是在这两天里面由 Bronia 使用理智律者的力量架设出来的。其实也少不了苏珊娜的努力哦。如果没有她，即使我们还能联络到其他人，在设置这些通信装置的时候也会很难把握千界议程所需要的规格。按照 Bronia 的说法，在那种情况下协助你们精确定位海渊城的难度就会大很多。的确，不过长光把他发射出去的行为还是太鲁莽了，虽说这很可能就是他们二人的特色。幽兰戴尔大人。我们正说到你呢，苏珊娜。哎，嗯，再说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幽兰戴尔和李苏商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地抵达海渊城了。我也只是做了一些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呀。但这并不影响大家想要感谢你的心。是啊，干得漂亮，苏。苏珊娜一定会加倍努力。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开始计划的第二阶段吧。我要在这里张开须弥芥子吗？嗯，当然，我们也要和爱因斯坦博士保持联系，他会一步步指导我们具体的做法。这里是我们仍与地上的草木无异，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即使飞上了太空，人类也依旧无法摆脱童年。宇宙中的任何智慧都受到存在方式本身的局限，这不是意志能够克服的障碍。凯文，你所说的存在方式也包括我眼前的这番景象吗？Thank you.
无论如何，在这里止步不前肯定不行。这也是虚术使骸吗？消失吧。抱歉了，小矮子，抢走一只你的猎物了。我说德丽莎，你发什么呆呢？齐格飞，真的是你？哈哈，怎么，你是在哪里见到了一个假的我，还是苦瓜汁喝太多终于把人喝傻了？行吧，会说这种傻话的人也没谁了。所以这里是世界蛇关押你的地方？那倒不是，不过这件事恐怕说来话长。总之从那时起我就被他们关押在了卡斯兰娜的深空空间。你刚才说你和世界蛇的首领也在那里战斗过？是啊，他的名字叫做凯文，是卡斯兰娜家族的始祖，是前文明的英雄，却也是这个时代的罪人，对吧？你知道凯文正在做什么？不，但就在不久之前他取走了奇美拉的所有力量。若非如此，我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出现在你的面前。凯文，他夺取了中烟律者的全能，并正在推进圣痕计划。据他所说，这是避免中烟之律者毁灭世界的唯一方法。尽管所有不能觉醒圣痕的人类都会因此而沉睡梦中。中烟之律者，我被关注的这段时间里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年来的确发生了太多的事。短短的400天，最新律者的编号就从第4来到了第12，甚至连奥托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正是面对着这些困难，圣弗雷亚的孩子们成长了许多。提阿娜，她战胜了控制律者的人格，成为了代表人类而战的新研之律者，就像我们都熟悉的瓦尔特先生一样。是吗？那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要把她当个大姑娘来看了。这还用说，倒是你这家伙，如果还像刚才那样吊儿郎当，可是会被他看不起的哦。凯安娜才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小气呢。不过这样说来，齐格飞，你的左臂是在圣痕空间里复原的吗？啊，这条胳膊嘛，其实我也不太懂。在圣痕空间还充斥着奇美拉力量的时候，我整个人的意识都断断续续，根本搞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比方说突破监禁的事，我应该尝试过很多次，却每次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被关了回去。甚至就连此时此刻，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我的身体还封印在圣痕空间的坚冰与巨石之中。你确实受苦了，不过齐克飞，你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空间是哪里吗？它和卡斯拉娜的圣痕空间显然有着很大不同。这一点我也没搞清楚，不过可以大闹一场的线索倒是一直都有。我刚才不是说到凯文取走了奇美拉的力量吗？正是这种力量消失的方向把我引导到了你的附近。你是说你能够在这里找到我，是因为我和他曾经用那样一种方式战斗过？啊，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你说的应该有道理。其实我原本认为这种力量消失的线索能够帮我找到凯文，不过既然你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或许还能找到其他被世界蛇封印的人。虽然靠我们两个或许很难搞清事情的全貌，
但如果能不断救出更多的人，就总会迎来人多力量大的一天吧。不愧是你，就算经历了这么多，也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积极乐观呢。好，我们就按你说的那种方向行动起来吧，说不定提安娜他们也正在从另一个方向调查这些事呢。走这边。虚数造物，果然这里和虚数空间还是脱不了干系。不过这也是个好机会，德丽莎，久违的来一次并肩战斗吧，虽然你的肩膀好像根本够不到我的。后一句话是多余的。德丽莎，提安娜上学还翘课吗？啊，怎么突然就问这个？当爸爸的遇到当老师的，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吗？啊，可圣弗雷亚已经停课两个学期了呀。这么说来，齐格飞，你使用的是圣痕的力量吧？当然了，毕竟真正的天火圣才还在世界蛇的手里。如果回到了现实空间，我可能就无法用出这些力量了。到时候我可以把尤大借给你啊。啊，别，那种半吨重的家伙，我可不想和自己的椎间盘过不去。说起来可能有些好笑，当我被关进圣痕空间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坏了，我该不会看不到新剧场版阿拉哈托的结局片了吧。也只有你的脑子会蹦出这种念头吧。提安娜找你找了那么多年，现在你也终于可以和她见面了，多想想这件事不好吗？干嘛听什么机器人动画。那不行，刚才提起天安娜的时候，我就差点在战斗里分了心。总算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收拾干净了，一批又一批的涌出来这么多，倒像是我们捅了谁的马蜂窝似的。如果能搞清楚这当中的机制，或许我们就能理解现在的情况了。的确如此，不过从节省时间的角度起见，这里就由我提供一点帮助如何？这个声音。二位好，我是 Lambda， 由于时间有些紧迫，因此进一步的自我介绍就先容我省略，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是圣弗雷亚方面的朋友。时间紧迫，有追兵吗？更准确的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根据我掌握到的情报，在十分钟后，这里的空间形态就将因空之律者的全能而大幅改写。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会被迫与巨型敌方单位展开你死我活的遭遇战。控制律者，提安娜吗？他们并不知道你们抵达了这名为星球目录的圣痕计划主网，因此会毫无顾忌地使用控制律者的全能，以便夺回圣弗雷亚。这当中的原理解释起来十分复杂，
二位只需要知道，由于之前德丽莎女士的噬梦经历，在巧合中，圣弗雷亚成为了最适于反攻圣痕计划的前进基地。也就是说，由我们这边来配合提安娜他们的行动，是最符合大局的做法。以我自己的能力来说，为圣痕计划中纯属义务的德丽莎女士提供帮助并不困难。你是指我身上的圣痕之力吗？不，我指的是一些更基本的情况。你还记得自己逃离卡斯拉纳圣痕空间最深处的具体经历吗？不就是因为凯文完全取走了奇美拉的力量？齐格飞先生，我问的是，你记得自己逃离那处空间的具体？等等，这不可能！我为什么会对具体的过程毫无印象？果然，与之前的情况一样，你并没有真正逃离圣痕空间。凯文带走了奇美拉的力量，只是让你的这种形态变得比以往更为稳定而已。你究竟在说什么？齐格飞，他是什么意思？他应当是指我目前的状态仍然近似于在虚数空间中梦游。比如有一次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布偶，算了，那多半只是做梦而已。我们还是专注于当下的情况吧。齐格飞先生，由于长时间监禁的同化作用，在圣痕空间以及由其衍生的主网当中，你的精神可以分割成不同的存在，独立行动。如果你想要回归现实，缺少本体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话说回来，只要我还留在这种空间里，就不会有什么额外的问题。只是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十分钟后由于空间的扭曲，这里将出现巨型敌方单位。那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只要你们能够顺利离开，无论我与敌人的胜负如何，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反正终究只是做梦而已。请放心，这只是权宜之计，你终究不会被困住太久。那我就借你吉言了。德丽莎，如果你认为这位兰姆达小姐值得信任，那么就按她的安排先行离开吧。事不宜迟。提安娜他们提前开始了。德丽莎，快走。这样计划的前三步就全部完成了，顺利的有些夸张呢。到目前为止仅耗时37分钟，实在是太厉害了。怎么了，尤兰戴尔大人？计划如此顺利当然是好事，但这或许也意味着真正的困难其实还远未到来吧。同感，但即便如此，从圣痕计划中夺回圣弗雷亚也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始。圣弗雷亚独特的空间信标不仅让它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前进基地，也能够让天命总部的天界一城重获用武之地。虽然在圣痕计划侵蚀了大部分地表空间的情况下，天界一城已无法对这座海渊城直接发挥影响，但是彼此以信标特殊的圣弗雷亚为中介互通有无就会容易很多。所以一旦收复了圣弗雷亚，我们至少就可以和天命总部建立起彼此支援的关系，甚至也有可能把盐湖基地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在必要情况下丽塔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吧。反过来说也一样。不过说了这么多，我们可还没有脚踏实地地站在圣弗雷亚的校园里呢，接下来的作战小队要怎么安排？各位圣弗雷亚出身的同学自然尽可能一同出击为好，但我们也要留下守备着海渊城的必要兵力。
是的，所以综合来看，让素商继续休息，暂时由浮华前辈、石之律者、苏珊娜留守海渊城最为稳妥，剩下的人一同出击。但这样一来，幽兰黛儿，你还要继续战斗吗？你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吧？没关系，更长时间的连续作战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如等确认前线不需要我的战力之后再安排我稍事休息更加妥当。可是 Tiana， 不要太天真，我们是在参与拯救世界的行动，各位如果没有其他异议，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来推进吧。明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这里真的是圣弗雷亚？虽然最近刚刚在绿者的思想空间里回忆过一次，但货真价实的校园果然还是令人怀念啊。附近看起来没有什么敌人，或许我们可以立即开始构筑前进基地的工作了。哎，不先回我们的宿舍看一眼吗？布罗尼亚的游戏机可能还留在里面呢。好了，别说玩笑话了，小心幽兰黛尔会当真啊。希尔，你也注意到什么了吗？那边的空间似乎因为提安娜之外的某种力量受过伤。提安娜，可以先麻烦你用绿者全能调查一下那座教堂的附近吗？倒是没问题了。确实，那里的空间很不正常。一起去调查一下吧。学院长。审判的时刻到了，虚数使骸和量子之影，果然这里的空间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奇怪，这种影响空间的方式，克里希娜，上！你太吵了。准备好了吗？学院长，德丽莎，天哪！是我，学院长，太好了，你看起来没受什么伤。没事，这只是紧急转移的副作用而已。不过，大家怎么都在这里？情况我大致明白了，不过虽然才刚刚和大家重聚，可我却有一个紧急任务必须交给大家。请您尽管下令，主教。如果这附近的空间裂隙还没有完全消失，我希望你们能够逆向追踪到它的源头，并从那里拯救出一个男人，齐格菲·卡斯兰娜。老爸。德丽莎主教，还请您详细吩咐作战任务。好，虽然时间宝贵，但必要的情况也必须介绍清楚。
所以老爸他一直被凯文封锁在了卡斯莱纳的圣恒空间。嗯，既然凯文已经取走了奇美拉之力，这或许正是我们救出他的绝佳机会。但仅凭学院长逃出星球目录时留下的空间裂隙，想要借此定位提安娜的爸爸或者卡斯莱纳的圣恒空间，又谈何容易。如果再加上两个曾经与卡斯拉纳圣痕空间发生过复杂纠缠的人呢？两个，其中之一当然是德丽莎主教，而我，是的，尽管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我的确是卡斯拉纳圣痕的觉醒者。啊，这件事和奥托有关，经过非常复杂，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说清来龙去脉。为了节省时间，大家先姑且接受这个事实吧。我明白了，尤兰戴尔，谢谢你愿意告诉我们。而且其实无论如何，我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尝试。只要提安娜需要，我们也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能力。更何况如果能够顺势夺下那个圣痕空间，对凯文和圣痕计划来说也肯定是一种强有力的回击。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吧。按照我们刚才的合作形式，须弥芥子也能为控制律者的全能提供一定的增幅效果。我也会尝试用皮湿奴的力量来帮助你提安娜，所以放手一搏吧。嗯，那当然了。到了，这里是卡斯拉纳圣痕空间与普通的虚数空间相互浸润的地带。当时在科洛斯腾，我就是被奥托流放到了这里。也就是说，这里距离圣痕空间真正的核心地带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哎，其他人呢？德丽莎主教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至于其他人，卡斯拉纳的圣痕与他们的体质并不全然相容，而且不，没什么。如你所见，这里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好在不久之前，德丽莎主教在这里留下过噬梦的痕迹，只要用须弥芥子加以标记。果然，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多半如此，所以算了，还是先确保齐格飞先生的安全要紧。决战的时刻到了。到此为止了。你太吵了。决战的时刻到了。克里希娜，上。小声。准备好了吗，克里？你太吵了。小心烫伤。
走吧，提亚娜，我们出发。老爸，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我也想保护你。不，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老爸，你怎么了？我觉得老爸对我很好啊，老爸陪我训练，还给我买了很多很多礼物。但是老爸没有问过你喜不喜欢训练，喜不喜欢礼物，老爸没有问过你的感受，明明你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感受？你的感受，你喜欢的食物，你想做的事，你想成为的人。对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吧，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跟你庆祝过，去买一个大蛋糕好好的庆祝一下吧。走吧，提亚娜。スラナの本当の聖魂空間です。パパはここにいる。行きましょう。ジークフリートさんを助けに。されていく。慌てないで。聖魂のルールは聖魂で超えましょう。シャニアテの名で命じる。黒煙に咲く白火よ、その力をすべて解き放て。そうだ、今日はお前の誕生日だったな。今まで祝ってやれず本当に父親失格だでかいケーキを買ってちゃんと祝おう。パパおかえり。你不是说过，卡斯兰娜家的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守护住自己最爱的人吗？所以，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呀。那还用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看来德丽莎确实没说错，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过能做到现在的事，我也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德丽莎学院长，圣弗雷亚的伙伴们，还有幽兰戴尔。是的，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我觉醒了不止一种圣痕。奥托吗？算是吧。不说这个了，刚才我已经在这里设置好了信标，大家先回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们先离开这里。幽兰戴尔，我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他们都是《薄伽梵歌》里的章节，是很久以前一个喜欢印度神话的同学读给我听的。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也许和书里那个大战之前的阿周那有几分相似之处。阿周那是谁？是印度神话里的一位王子，也是一位大英雄。他在巨卢之野的大战开始前，看到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站在了敌人那一边，因此心灰意冷，不愿上阵。而薄伽梵歌就是被称为薄伽梵的奎师那神劝说阿周那打起精神参战的演讲内容。可是我并没有要在战场上面对什么亲朋好友啊。是的，你应该不可能在这里遇见什么亲朋好友。比安卡，你遇到的问题和阿周那正相反，正因为如此，你和他的心情却反而有了几分相似之处。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些什么。我是说，你和你即将面对的敌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交集或冲突，而你正因此畏首畏尾，你的心中仍然存在着犹豫、迷茫，甚至恐惧。比安卡，到目前为止，你只是在顺着船长或者议长的计划行动，你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你本人在整个事件中有着怎样的意义。无处安放的责任感，这才是你当下紧张情绪的本源所在。因为你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生怕辜负了这些异世界人殷切的期待。我向丽塔打听过一些你以前的事，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武神，但是给你带来喜悦的永远是任务和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过程本身。我觉得这样很辛苦，而且也没有必要。可是比安卡，从结果上看，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事情都没有意义。出生有什么意义？死亡有什么意义？人类、世界、宇宙又分别有什么意义？举例来说，你
比安卡阿塔吉娜，你的存在意义就是你自己本身，对于其他女武神来说，你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激励，对于那个主教来说，你是难得的锻炼样本，对于这个世界炮里的人们来说，你是行侠仗义的超人，对于你自己来说，你从零开始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什么结果，他们只会起始于无，又消失于无。比安卡，这个世界炮所期待的拯救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段过程，一篇乐章。就像瓦格纳或者理查施特劳斯的乐章一样，女武神，你有能力在舞台上完成属于自己的表演，这和你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员根本没有哪怕一个基本粒子的关系。齐格飞先生，如果你能回忆起在哪里见过我，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对你来说就会好懂很多。大约两个月前，我中了奥托的暗算，被流放到了虚数空间的某处，那里是一片鲜红的沙漠，虚数空间中的一个独特维度，无尽的历史，他们在那里会以潜意识的形式不断呈现出来，但正是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中，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一位能勇敢面对一切的英雄，尽管他的人生乍看上去早就被所谓的命运像纸一样撕得粉碎，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女儿，但他从未失去斗志，也始终乐观向前。在神话中，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把巨石推上高山，然后无助地看着巨石从高山上滚落，如此重，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人生的常态。我也并不是仅仅因此就与他的人生产生了共鸣，在此之上，他选择了做一个命运的斗士，选择了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生活下去的一种态度，不向命运低头，不向世界屈服，始终贯彻自己内心最纯粹的信念，这是西西弗斯为我们留下的真正印记，是英雄的证明，更是人类的证明。因此，尽管对他来说，这场遭遇或许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迷梦，但比起我的血缘，我失忆之前的过往，他对人生的态度，他的人格碎片对我的激励，这些事物才是我最为珍视的宝物。也正是因为这些事物，我今天和奇亚娜一起决意将他从最悲惨的命运中解放。自私一点来说，这并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皮阿娜。这份决意的起点，它在于这位英雄的人生为我带来的共鸣。齐格飞先生，那时我遇到的那位人格碎片，他就是这张相片上的侯母，褪色之后的样子。Thank you.
这次我终于听见你的声音了。那时候你还真是喊得很大声啊，尤兰戴尔、比安卡、阿塔吉娜，都是帅气又好听的名字呢。从2008年在疗养院醒来，到2011年成为史上最年轻的 A 级女武神，再到第二年深入量子之海，拯救了远方的整个世界。在12岁的年纪，你就已经做到了其他任何一个卡斯兰娜都不曾做到的奇迹。虽然如你之前所说，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但无论是星矛与天元，还是为人类而战的律者，你们所达到的成就早已跨越了自己父母的极限。虽然为人父母最希望的不过是你们能够好好生活下去，但又有谁不希望青出于蓝，又有谁不会为你们这样的女儿感到自豪呢？比安卡、提安娜，就让你们的笨蛋老爸齐格菲卡斯兰娜做一会儿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吧。好啦，你还犹豫什么呀？可是等等一家人就要这样才对吗？过去是你们让我有了加入这个家的契机，在这种特殊的时候，我当然也要再推你们一把才行啊。提安娜，这还真是提安娜一贯的作风呢。那当然了，在久别重逢的时候，如果你们只顾着做人生演讲，那也太奇怪了吧。德丽莎大人，他们快回来了。根据格尼乌斯的信标，一共有三个人。啊，竟然这么快吗？我甚至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确实，丽塔也只是在20分钟前才刚刚来到圣弗雷亚。看来齐格菲大人的确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儿呢。接下来只要按他们设置好的信标，使用千界一城诱使卡斯兰娜圣魂空间脱离凯文，转而隶属于您，我们就距离战胜圣痕计划和中烟更近了一步。不过凯文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发起圣痕计划的端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做你说的那件事。嗯，应该说在度过了最初的暴涨阶段之后，圣痕计划已经不再需要固定的端点了。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收复地球这件事上，我们应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请放心，德丽莎大人，你应该多相信一些自己的两位侄女。看，他们真的要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德丽莎。想不到吧，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啊，对了，我还得向你介绍。不用了，比安卡，她是斯西利亚的女儿，对吧？啊，是的。啊，对不起，尤兰戴尔大人，刚刚我把一个保守已久的秘密悄悄分享给了德丽莎大人。啊，这不就是没关系啊，因为幽兰戴尔大人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勇敢嘛，他主动地告诉了你们，对吧，提安娜？那当然了，她可是天命最强的女武神啊，怎么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提安娜也不要小看心理层面的挑战呀。不过既然如此，德丽莎大人，我们要不要为最强的女武神和最强的律者留出一点私人空间呢？哦
哦，对哦，圣弗雷亚在短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在我们正式召开事关今后的作战会议之前，两位提安娜，大家会很乐意为你们留出一些时间，是吧，齐格飞？嗯，比起我们的想法，他们自己想互相确认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去哪边比较好呢？嗯，喷泉那边怎么样？好啊。提安娜，这一天来得有点突然，对吧？是啊，毕竟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在科洛斯腾的教堂前试着熟悉彼此嘛。那时候你第一次告诉了我世界炮的故事，讲述了在你眼中使命的意义。不久之后我知道了你像我一样也没有八岁以前的记忆，而且在一起事故中头部受了重伤，结果以前的所有事情全都不记得了。看，我们连这种别人告诉你的原因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并不吃惊。提安娜，你是在顾虑我的感受吗？你知道我的回答。提安娜，齐格飞的两位女儿，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无论是以此自卑还是自傲，那都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真正的 Kiana 卡斯兰娜对我而言，她是特别的存在。这个名字曾是控制律者用以攻击我的把柄，但在律者核心的记忆中，我看到了那段历史的全貌。她是最初予以我善意的人，我从老爸那里继承了这个名字，是为了铭记他留与世间的美好，将他带给更多的人。他是我的憧憬，是我生命的起点。我很高兴我还有机会能向他本人说出这些话。谢谢你，提安娜。谢谢。而且就像两个希尔一样，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嘛。那只会让大家都变得不习惯吧。而且对于失去记忆的我来说，比安卡是一个远比 Kiana 更重要的名字。它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名字，是我最初的伙伴，甚至在我跨越七海锚定世界之前就已经陪伴了我四年的时光，正像 Kiana 对你的陪伴一样。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是父母的孩子，更是他们自己。这就是名字的含义。它帮助我们认识自我，暗示我们未来会选择的道路。这是特斯拉博士曾经对齐格飞先生所说的话。而在那之后不久，他就把 Kiana 这个名字赋予了你。是啊，如果没有老爸给我的名字，我不可能战胜自己内心的脆弱，并最终走到今天。而 Cecilia 妈妈、妻子、老师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是你们共同展现的美好赋予了我今天的生命，赋予了我为世界上的一切美好而战的信条。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当时隔着培养舱愿意把自己的转基因人当作妹妹的我的姐姐。无论她的名字是 Kiana 卡斯兰娜还是比安卡阿塔吉娜，我永远永远都愿意做她的妹妹，做她的家人。提安娜，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那段记忆了，关于齐格飞先生，关于你。但重要的是未来，不是吗？不愧是你，提安娜。确实，如果像这样一直纠结在过去里，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迈开脚步去迎接。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
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那么从今往后我就要一直这么叫了，姐姐。嗯，妹妹。罗尼，希尔，你们怎么了？看起来这么慌张。我们，希尔，你先别急，事情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究竟怎么了？天哪！从你进入圣痕空间之后，最近这半个小时，你看见雅依了吗？这周任务都完成了，我们可以继续修行了。